我是奸夫，我是淫妇，我是淫妇。宋总，对不起，我才是插足你们婚姻的男小三。宋总，我错了，我错了。老公，我只是一时糊涂，不要离婚好不好？你都戴绿帽子，用我的钱养秀白脸，这对狗男女，要不然还钱，要不然老子坐穿。宋总，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勾引你老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真不知道您是龙国的首富啊。宋总，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生路吧。宋总，老公，你饶了我。结婚誓言的妻子出轨，我却没保证的妻子，我一定要让人付出惨重的代价。你要给我洗脚了，你看你刚做的美甲多好看，一会儿弄断了怎么办？嗯，老公，那光你一个人对我好有什么用？公司下面的人都不服我，说我是花瓶，有名无实。你之前答应给人家朝阳60%的股份，什么时候给吗？朝阳不过是我名下最小的公司，正好老婆生日快到了，也该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是龙国首富君临集团的董事长了。只要你喜欢，整个朝阳都可以。真的？嗯，老公最好了。老公，我晚上回来再好好补偿你。啊？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野种也配做我儿子的同学？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只会败坏学校的风气。快看，她就是小三生的见种。爸爸，有人在我爸爸，爸爸。小雨，宋俊浩，你个不要脸的男小三，敢抢我老婆，现在马上给我来学校，不然我就让我儿子打死这个小杂种。陈秘书，我女儿在学校被捕，你现在立刻带一批人过去。另外，帮我查一下我老婆苏荣。子琪爸爸，你也太低调了吧！要不是出了这事儿，我们还不知道苏总是你老婆，那朝阳集团是你家呀。子琪爸爸，我们都支持你。那个万人抢奖的男小三，还能让他反了天不成？这软饭男的基因能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啊？子琪不会是朝阳集团的小少爷呀，从小就能为民除害，好样的！那个男小三还没来呢。子琪爸爸，宋小雨的家长今天一定会给你来道歉的。我是。宋小雨爸爸，我们教导主任说了啊，从今天开始宋小雨被开除。我女儿在你的学校被打了，你不替她主持公道还要开除她？我们这儿可是贵族学校，宋小雨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生的女儿，来我们学校只会败坏我们学校的风气。我劝你最好调查清楚。你一个软饭男小三，有什么资格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啊？别以为收了私生女就有资格来分我家资产。我呸，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做什么不好还去傍富婆当小三，真丢了男人的脸。哎呀，这有些人啊，看着表面老老实实的，其实背地里下贱得很，看见富婆了发了穷神，恨不得跪着爬过去。软饭男不知羞耻啊，你软饭男生了孩子那他妈更羞耻。就是，哎，快来看看，这个就是那个不知廉耻的男小三儿。有个脸吗？哎，有张脸。先是你儿子打了我女儿，现在你来动我，你这么无法无天，怕坐牢啊？哼，该坐牢的是你这个软饭男小三，老子在替天行道，滚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觉得我老婆苏柔是朝阳集团总裁，你才想方设法的去勾引她。但我告诉你，我程泽才是她正牌老公。别说我只是打你们这对父母，就算我要你们的命，我会给你皱一下眉头。你叫陈泽。老公，我给公司招了个小鲜肉男助理，叫程泽，你不会吃醋吧？怎么会呢？你相信？我就知道呀，我老公是最大方的。你放心，公司呀，我一定给你管理的明明白白。苏柔她竟然背叛了我！老公，本来就是你破坏人家才对，而现在你倒打一耙来了。你这个臭小子，见了人家正牌老公还不夹着尾巴走，在这挑衅，当你全都是轻的。就是你勾引女人成瘾了是吧？在这装什么清高受害者的模样给谁看啊？你告诉我，我们女人可都不是你们单纯好骗的。嘿，你这个畜生，花我老婆钱不心疼是吧？你软饭男有资格开这么好的车吗？啊，告诉你，我生平最讨厌小三，不论男女，这世间所有都该去死。让开！你，好，好，你很快就会知道这四个字有多讽刺。苏柔，我现在在学校，你现在立刻给我滚过来！好，我马上过去。宋君浩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发现了！你现在立刻给我滚过来！你们花我媳妇儿钱。这么说话啊，这还得跟二五八万似的。我今天非得要你吃我媳妇的钱全部给我弄出来。你打了又打了又打了又打了。砸！给老子砸！出了事我担着。好，哎，砸了，砸了，砸了，还我，还我！我砸！他妈的，车比老子的还好。希望有赔偿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像现在这么爽快。老公，你那边怎么这么吵？老婆。我把一个男小三的车给砸了，你不会怪我吧？我最恨小三了，你放心砸，出了事儿我们赔得起。老婆，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嗯。哎，程总，程总，他这车里不少好东西呢。这么多名表，我求了我老婆半天。他一块都没给我买过，难怪苏东缠着我要买男士手表，原来是为了这个小白脸。这些东西可比那辆车贵多了，我劝你别乱来。你还敢教训我了？你花我老婆的钱买这么多名表，哎，这么多名表是你这种软饭男小三收藏的吗？对他们就是一种亵渎。像你这种垃圾，就只配拥有垃圾。百达翡丽、劳力士，这一套应该价值有三个亿。三个亿又如何？他花的都是我老婆的钱，我老婆就是我的，我花了这两万钱，不行吗？苏柔的钱全都是我给的，要不是因为我，她根本就当不了朝阳女总裁。吹你妈牛的！难不成你是朝阳集团董事长啊？没错。你怎么不说你是龙国首富啊？软饭男我见过，
但像你这种软饭硬吃的男小三儿，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不是他吗？怎么可能嘛，对不对？要不是他在背后给他善后，朝阳集团早就被他给整到破产了。楚总，这是什么？全转让协议？说，朝阳集团股权转让协议不在你手里，我答应过。我转给我的呀！原来是拿我的东西送给你这个小白脸了，苏柔啊苏柔，你还真是贱！说什么呢？子琪爸爸，这个股权转让书啊，现在还没有签字，谁签，60%的股份就是谁的？是吗？那这股权必须是我的呀，毕竟我才是正牌老公啊！你还真是什么都敢签啊，都是官司呗。哎，干什么去？找我女儿。我们学校也是你这种软饭男小三可以进来的吗？爸爸，小雨，小雨。你们学校就有这么对待学生的啊？宋小雨是你这个男小三的私生女，品行不端，根本没有资格当我们学生。不愧是主任，处理事情公平公正，一针见血。没错，这里可是贵族学校，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你女儿还需要上学吗？你只需要把你的那一身本领交给她就好了呀。反正你也是靠他混吃混喝的，说不定啊，你的女儿还能找到更有趣的主人呢。爸爸，已经替你狠狠地教训了那个小杂种。儿子，干得好！看到了，这就是你当小三的下场。这辈子，你这对下贱父母就只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神喊打！程先生。这件事儿若是令您满意的话，还请您行个方便。你也知道，您学校正在扩张，这个捐款的事儿您看。哎，放心吧，我老婆马上就到，等她一到，我一句话呀，捐款完备。哎呦，谢谢张先生。子琪爸爸，我老公之前也跟朝阳集团合作过。那之后，朝阳集团如果有单子的话，能不能先考虑一下我们？哎，子琪吧，我们公司也马上准备转型，希望以后能机会我和朝阳集团合作。程总，这是我们商场的无限购物卡，咱俩再多走动走动啊。看到了没有，子小三儿，这个就是金钱和权势的利益。像你这种这辈子都上不了台面的软饭男，就注定。只配卖力的伺候女人，然后等女人给你赏赐你三瓜两枣，而我这个正牌老公会享受到你这辈子都享受不到遥不可及的荣耀。给你一天时间，马上带着你这个杂种女儿滚出这个城市。还有，要是再让我发现纠缠我老婆，我一定把你这个杂种女儿给活埋了。爸爸，我可好怕。这也是你儿子打的？是他活该，小杂种就该打。没错，我没让我儿子要这个小杂种的命，算不错。小三，别打我！欺负我女儿！真的，我就是打了就是你，打了就。小小年纪，真是骚狐妹子模样。
该不会长大了也要学你爸靠身体上位吧？啊！混蛋！你放开我女儿！放开我女儿！放开他！好啊！他妈现在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然后大喊三声：“你是小三儿！”我就放了他。妈妈，苏柔马上就到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谁才真正的小三。我没听错吧？啊，你一个软饭男，竟然敢口出狂言是吧？你这个软饭男拿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在这无辜撒野了。他爸真当自己是个冲的啊？成心的纵容整个朝阳集团，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还让装逼呢？老子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多久！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老公，老公，儿子，妈妈。乖儿子，老婆，你怎么才来？苏总，你来了，里面请，里面请。老婆，我走了。苏总，咱们朝阳娱乐就是牛，这下我们学校的翻修基金可就不愁了。这朝阳娱乐真是太有钱了。哎，那你就不懂了，那朝阳娱乐的背后那可是龙国商业巨头君临集团。君临集团可是我们学校幕后最大的支持者。老婆，你要是再晚来一点，我们父子两个就被别人欺负死了。啊？妈妈，你看我的手都被打肿了。你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欺负你们？放心，我替你们出头。不能让苏柔见到那对父母的惨状，万一她心软了怎么办？哎呀，老婆，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在外面养其他野男人？怎么可能？我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男人。那你说这男人是谁？苏柔，要不是我没有告诉你，我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呢。阿泽，你误会了，他就是我一个下属。你恶心的要死，之前你想推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早就给他开除了。你该不会是骗我？傻瓜，我喜欢的从来都是像你这样干净帅气的小奶狗，怎么可能喜欢那种油腻的下头男，对吧？苏柔啊苏柔，往往对你一片痴心，原来你只是把我当成提款机，背地里还冒油。苏总，您来的刚刚好，咱们十周年校庆马上开始了，我带您过去。好，带路吧。好啦，别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呀，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隆重的介绍，就是我老公。妈妈，妈妈，我怎么好像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妈妈，我也要去参加校庆，你抱我去吗？子琪，都多大了还妈妈抱，妈累倒了啊！哎呀，无论子琪多大，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怎么会累呢？走吧。哎，别理那对不要脸的妇女了，咱们赶紧去参加校庆吧。听说呀，今天君临集团的董事长回来，那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呢。龙国首富要来参加咱们这小小的校庆。那还等什么？赶紧去！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小雨了？
菲菲不哭，小雨不哭，爸爸在，爸爸也会一直爱你的。苏柔，你绿了我十年，把我当傻子一样看。小金人，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董事长，您找我有事？王大强，我女儿在你学校欺负了。什么？那个王八蛋敢欺负咱们军营的小千金？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学校是给小千金建的吧？董事长，您放心，所有涉事人员通通开除，不，通通坐牢。宋军浩不是说小雨在学校被人打了吗？怎么没见他们人呀？不行，打个电话问问。老公，你们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这，你头怎么受伤了呀？有一个叫陈泽的小白鸟，他自称是你的老公，他不仅派人打了我一顿，还伤了我妹妹。什么？老王，你该不会是出轨了吧？老公，这怎么可能呢？那都是造谣。你是知道的呀，我最喜欢的是像你这样身有成的男人，那瞎了眼了才会看上那种一事无成的小白脸，你说对吧？原来是这样，敢造我老婆的谎言，这话，这个小白脸生在校庆的典礼上，现在就去废了。老公，你跟一个小白脸计较什么呀？再说了，你这还受着伤呢。这样，你带着女儿先去医院。至于那个小白脸的事儿，我来处理，我给你报仇。一个人能行吗？放心，我可是朝阳娱乐的女总裁，不就是个小白脸吗？我还收拾不了了。哦，那你们快去吧，我收拾他去。宋总，半个小时之内给我搜集到所有苏柔出轨的证据，否则明天你就不用来了。是，宋总。还有，再给我拟一份离婚协议书，我要让他尽收拾。苏总，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朝阳娱乐的女总裁，可真是当代女强人的代表啊。这关键有君临集团这强大的背景，我看这今后的龙国商业女强人非苏总莫属。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妈妈。乖儿子，要我说呀，我是更羡慕苏总您的爱情跟事业的双丰收，而且还跟程先生这么的恩爱，还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孩子。感谢各位，百忙之中莅临我校十周年的校庆庆典。朝阳娱乐是我们每年最大的捐款方，今天苏总代表最优秀的学生家长莅临现场，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上台发表演讲。老爸，你这是？我说过要当着所有人的面隆重的介绍你身份，走吧。在校庆正式开始之前，我要在这里感谢一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人们常说做女人要够贤妻良母，对上要孝敬公婆，对下要服侍老公，但我苏柔并不认同，因为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往往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全心全意默默为她付出的男人，为她照顾好家庭和孩子，而她
也是我这一生中最爱的人，他就是老方。哎，这小三怎么敢来校庆的？就是他勾引别人老婆，破坏别人的婚姻。这个吃软饭的男小三见了正主不是夹着尾巴做人，这还来参加校庆来了。死小三儿，刚才做没挨够是吧？还敢来校庆上闹？这么确定我就是小三？苏荣。你跟大家说说，到底谁才是抢别人老婆的小三啊？这个废物还不死心是吧？行，老婆，你赶紧亲口告诉他，让这个死小三彻底闭嘴。是啊，苏总，我们都知道你心地善良，但是人善被人欺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这个人渣留情面。对啊，苏总，只要你说他是小三，我就让全校的师生一起唾骂他，我保证啊，让这对妇女啊被骂上热搜。别！凭什么别呀，老婆？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人吗？还说要当着全体师生的面隆重介绍我们呀？苏柔，这个小白脸跟你什么关系啊？居然能让你在这种场合隆重介绍他？啊？说。秦昊。你听我解释。别跟我废话，快说，我跟你到底什么关系？这位先生，其实是我的，是我的。君浩，我们有事回家说好不好？今天是十周年校庆，这么多老师、家长还有学生在，影响不好。你让我注意一下，你知不知道我被当众当成了小三？还有这个小白脸，他打了我，还砸了我的车，就连我送你的那副名表也被他给砸了。你说的该不会是那套价值3亿从拍卖会上拍的那套名表？没错。妈妈，他还打我。疯了！我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老婆，是他，他破坏我们的感情，还倒打一耙，污蔑我才是小三。亲爱的，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犯了错，我不介意的。但今天趁大家都在，你要为我证明呀，证明我才是你的正牌老公。妈妈，妈妈，你快告诉大家，我才是你唯一的宝贝儿子。打我！咱俩在一块这么多年，这种话都没跟我讲过，因为他要打我。闭嘴！我不管你之前有什么记录，你都不应该砸人家的车，还砸了价值3亿的表，你有钱赔吗？这他花的都是你的钱，我砸了就砸了。老婆，反正我也不相信你花几个亿买一个礼品送给一个小三儿，都是假的，对不对？对不对？那套表它就是真的。既然是你砸的，那就自己赔吧。什么？表是真的？小柔，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也是因为太爱你了，所以才一时冲动。你个死小三，你带什么你？把嘴给我闭上！老公，那个他只是我公司的助理，你跟他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们回家说好。打老婆，你找死！
啊！什么叫你的老婆？俊浩，咱们有话好好说，啊、好不好？说人话的是你。苏柔，你来说说，到底是谁老婆？到底是谁的老婆？俊浩，我们回家说。你真以为我是傻呀？戴了十年的绿帽子，还花老子的钱去养一个独生子？妈妈，爸爸不是他妈妈。小雨，这个坏女人不是你的妈妈，她甚至都不证明你的身份。小雨知道妈妈在外面有别的孩子了。小雨，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想跟谁在一起？小雨，爸爸妈妈不关心小雨，从来只有爸爸陪小雨过生日。不是的，小雨，妈妈是爱你的，妈妈只是工作太忙了。你在忙什么？忙着出轨啊！苏柔，我再给你三秒钟，如果你再说不清楚，就会收回给你的一切。你个软饭的，你还在这装逼呢？一切都是苏柔给你的，你还有脸软饭一只啊你？就是，还敢打苏总？我要报警，把这个人渣给抓起来！是啊，苏总，他就是一个男小三，而且还有暴力倾向。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三、二，妈妈，一，宋俊浩，他才是我老公。小龙，是不是这个软饭男逼你的？你说什么胡话呢？滚开！老公，我错了，对不起。子琪爸爸，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苏总会叫这个小三老公啊？是，那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如果小雨的爸爸不是男小三，那岂不是……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到底谁才是男小三？结婚证，结婚证给我。苏柔，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是跟我说，结婚证那只是个形式，我不要在意的吗？那为什么你跟别的男人领结婚证啊？现在门苏这么大了，当着我们的面叫别的男人老公？妈妈，妈妈，都给我闭嘴！程泽，我告诉你，你不过就是我的助理而已，要是再敢造反，小心你报警，告你诽谤。老公，都是这个小白脸，是他想放贷款。我是清白的，都是他在造我黄谣啊！你要相信我。事到如今了，你还想骗我？苏柔，我们离婚吧。离婚？净身出户？不，我不同意。不然呢？你身为出轨方，你还想平分家产？老公，我是真心爱你的呀！你不能，你不能因为这些人说了一些胡话，你就不相信我呀！事到如今了，你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小胖子跟你长得这么像，还一口一个妈妈的叫人，这也是污蔑！妈妈，你真的背叛爸爸了吗？小杂种，谁允许你叫我妈妈了？给我非打死程子杰！你给我闭嘴！苏柔，你是不是疯了？因为这思想，你居然推子杰？难道在你心里，我们的儿子比不上一个你跟小三生的小杂种吗？你到底有什么好的，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小雨，事情苏柔，你别再假惺惺的了。你的好妈妈、好妻子的人设已经崩塌了。要不是你这个情夫告诉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高中就已经同居了。我们的女儿居然比她还要小两岁。苏柔啊，
脚踏两只船，你还真是好手段。不是这样的，那是造谣，是没有证据的。老公，你相信啊？好，你要证据是吧？陈秘书，陈秘书，宋总，苏小姐的出轨证据我们已经全部集齐。老公，你就真的不能相信我吗？苏柔，你是有多欲求不满了？这么多开房记录还有照片，还要不要脸？我之前还纳闷，你每天哪来那么多工作，天天加班，连女儿的生日你都顾不上。原来是和你的情夫幽会上床啊！啊！不是的。我之前还奇怪，为什么花钱如流水，原来是包养了小白脸。你闭嘴！不叫包养，那是恋爱期间的正常之处。你正常谈恋爱，一年给你赚500万。你，没想到你这个小白脸平时还喜欢穿黑丝，都你送。哥，真够恶心的。闭嘴！别说了，别说了。没想到苏总看着正经，私底下玩的这么花呀。原来真正的男小三承泽，怪不得一副娘娘腔的模样。打错人了，苏柔，你之前跟我说你一心想搞事业，所以我让你当上了朝阳的女总裁。可是你为了给这个小白脸买房子，居然私自挪用公款。老公，我只是一时犯错，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陈秘书，卸掉他在朝阳集团女总裁的职位，并且追回所有他挪用的公款，如果他不赔偿，那就报案，让他牢底坐穿，牢底坐穿。我坐牢，我不要坐牢。老公，我虽然错了，但是我好歹也为你付出了10年的青春，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跟我说过，我们要白头偕老的。我是说过，可是你别忘了，你当初跟我发过誓，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所以我跟你结婚之后，我好好的对待你。可是你呢，一边说着爱我，一边把我当成提款机，当做冤大头，花着我的钱，在外面又成了一个家。现在想想，我还真是蠢。水温合适吗，客人？不好意思，什么？妈住院需要100万手术费？求贵人救救我妈妈！我可以给您洗一辈子脚打工，我还可以做保姆，我什么都可以做的，求贵人！别，起来起来，你先拿去吧，去问药钱。鱼儿。上钩了。听说你忙得又没顾上吃早饭，我就简单的做了一点。你胃不好，要照顾好自己。快吃。还是你体贴。嗯，真好吃，谢谢你啊。是我要谢谢你才对，要不是你，我也不能进朝阳工作，我妈的病也不会好。
秦昊，你愿意以后的一日三餐都让我来照顾吗？老婆，我是来拿结算工资的，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报警了。笑话，你笑话，老子的爹，你只要破喉咙没人来救你。我去，你他妈谁呀你啊！我滚！你给我打完你断子绝孙！他妈给老子等着！好热。没人下药了。哎，小柔，我不想吃人吃的。秦昊，你帮帮我，我难受。怀孕了，你放心，孩子只是意外。我知道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会把孩子打掉，不会影响到你的。小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出身农村，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是你给了我很多的爱，但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我也不敢奢求太多。我只是想每天看着你，给你做饭吃，这对我来说就很满足了。小柔，你结婚吧。真的？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居然觉得你是心思单纯的好女孩，一心只想为你好。可是现在想想，恐怕早就开始布局了吧，不惜以你的清白为代价，步步为营，只为了引我上钩。老公，我是真心真意爱你的，我只是一时犯了错，你原谅我好不好？真心，别关心我了。我告诉你，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赔钱，要么就去给我坐牢。真是一对不知廉耻的奸夫淫妇！我呸！明明你自己是臭小三，还污蔑别人，看我们打错了人。骂别人家的小孩是小杂种，闹了半天你家那个才是见不得人的小杂种吧？我不是小杂种，我不是小杂种。爸爸，别闹妈妈了，小鱼看着你们吵架，小鱼好难过。小鱼，你最爱妈妈了是不是？你跟爸爸求求情好不好？这样我们一家又可以幸福的在一起了啊！你说呢？妈妈，你和小鱼不一样。滚开！像你这种女人，配当小雨的妈妈？小雨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呀，她还这么小，她怎么可以当妈妈？拿女儿当上位的工具，还配说呀？苏总，您放心。我现在立刻就开除这个小胖子。实在抱歉呀，宋总，关于陈子琪欺负宋小雨同学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我不要对爷爸了，我不要对爷。宋俊浩，你有什么话不错撒？孩子可是无辜的。你欺负我女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孩子是无辜的？就算你是苏牛的正牌了，可那又如何？你连你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我看你呀、啊，就是借着老子给你涮一个女人缘。小白脸，道德败坏的男小三，别以为我治不了你。陈秘书，你给我算一算，他砸坏我的车还有手表，一共多少钱？限量豪车1亿，名表12只，3亿。陈总，您立即赔偿，否则我将会动用法律手段。
不可能，这糊弄鬼呢？你朝阳公司市值也在十个亿，怎么可能花四个亿去买车买表啊？就算他是朝阳集团的董事长，那也不能那么土豪吧？是不是？朝阳公司背靠中国，几十亿的订单也是拿得下。怎么砸东西打人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怕？不关我的事儿，他们砸的，要赔钱找他们赔，不关我的事儿。哎，你个臭不要脸的男小子，明明是我们帮你出头，你才是罪魁祸首。都是你指使的，四个亿你自己赔啊，休想拉我们下水。陈泽，要么赔钱，要么你就等着去坐牢吧。彤彤，对不起啊，是我不该指使别人去砸身砸表，都是我的错，是我糊涂，求你饶一次吧，宋总。现在只能怕了，我的股权转让书呢？咱们带我上去。对，走。我已经承受不住打击，直接疯掉了吧？妈妈，你别吓我呀！开跑，妈没事儿。妈呀，就是太开心了。要赔四个多亿，你高兴什么？哪有钱赔啊？知道这是什么吗？朝阳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那又如何？这协议上，一旦签了字，可就是具有法律效应。朝阳现在60%的股权可都在我们手上，也就是说现在整个朝阳我们说了算。那我们是不是不用赔钱了？那车表那都是公司名下自己家的东西，赔什么呀？妈妈，那你还是女总裁吗？当然了。不仅如此，你爸呀现在还是朝阳的董事长，就是便宜你了，本来是60%的股份可是送给我的。哎呀，什么你的我的，这我的不就是你的吗？这还差不多。苏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把股份转到小名下，我还能既往不咎。哎呀，好大的威风啊，送你。我现在是朝阳公司唯一有实权的女总裁，你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卑微的巴结你啊？原来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当然了，那个油腻男，我告诉你，我可从来就没有爱过你，跟你在一起也就是为领个钱，那谁能想到你这么蠢啊？我说要股权，你还是真的巴巴的送过来了。十年前的一切全都是你设计的。对呀、啊，足浴店英雄救美，哎，这些戏份都是我安排的。哦，对了，你还记得你之前出车祸住院那次？我跟你说我出差了。其实，我跟阿泽在一起。你还真是一个饥不择食的贱人！哎，废物，你以为我还会管？都是一场误会，程总，我们是不会开除自己小少爷的。误会，哎呀，瞎了你的狗眼！什么程总，老子可是朝阳集团董事长，我告诉你，这次孝心庆典的200万，老子尽数收回。别，程总，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要是被校长知道我搞砸了捐款，我也不用在学校混了。不捐就不捐。我们学校呀，也容不下你们这些败类。白痴！朝阳娱乐背后可是君临集团，就连我们学校都是君临集团出资建立的，想干了就滚！宋君浩，要说你是真的蠢，这朝阳娱乐马上就要跟君临集团达成战略合作，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偏偏在这个时候，哎，你把股权给我了，你还真是没有那富贵命啊！你连君临集团的董事长都没有见过，就在这里白日做梦。君临集团董事长退隐多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宋董他就是
君临集团董事长。什么？他是君临集团董事长龙国首富？不可能啊！首富一般神龙见首不见尾，从不露脸的。听说董事长要来参加校庆，难道成宇他爹就是董事长？宋明浩，你是受了刺激，脑子坏了吧？君临集团资产上千万亿，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就敢在这大言不惭的冒充董事长？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就能让朝阳娱乐不复存在？你还在这装逼呢？你知不知道，这君临集团可是龙国最顶尖的存在？你以为是你这种小喽啰能够接触得了？就是，我跟你结婚整整十年，你要是君临集团董事长，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原本想等着你能独立掌管朝阳之后再告诉你真相，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王大强，你如果再不回国来，校长这个位置……宋君浩，没了朝阳，你什么都不是。你还以为在这编三两句谎言就能把大家伙全骗了呀？就是，还装模作样在这里给我们校长打电话。他老人家可是见过君临董事长，他要是来了，立刻戳穿你。哎哎，宋君浩，你就是个没钱没势的小废物，我就是现在把你女儿拉过来打一顿，你能奈我何？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敢动我的女儿，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好啊，那你现在跪下求到老子满意为止，否则我也不敢保证大家会做出什么。苏柔，你想干什么？不明显吗？跪下来道歉呀，让我先打他一顿。没用的废钱货，哭哭哭就这样哭，烦死了。苏柔，侯都还不是死吗？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竟然拿女儿来威胁我？那又怎么样？我又不爱你，阿泽才是我的真爱。子琴才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宋小雨那不过是我生下来为了找你拿钱的工具。妈妈，你小杂种，没人要，爹不疼娘不爱，背包去了，略略略。小雨不哭，妈妈不要你，爸爸还要你啊，爸爸一直都在。滚，我把他们两个抓起来，给老子打，狠打出人命老子负责。我看谁敢动手。还愣着干嘛，我退下。王大强，你是腿断了来这么慢？宋总，我刚才去调阅了监控，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清楚了，您放心，我一定严惩欺负小千金的所有人。你就是程子琪，竟敢欺负小千金，你偏轴了！而且我已经通知了全国的名校，拒收你这种小贝类。处长，你这是做什么？他欺负我儿子，你是要给我朝阳娱乐作对吗？校长，你最好搞清楚，我是朝阳娱乐的董事长，你敢开除我儿子试试？是啊，校长，这个废物刚才竟然敢冒充君临集团的董事长，简直无法无天！我看你才是无法无天，再敢多说一句，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蛋。校长，今年校庆我朝阳娱乐可是捐了200万，只要我一句话，随时可以收。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就能让朝阳娱乐破产？君临集团董事长的梦还没醒，我告诉你，朝阳娱乐如今如日中天，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说破产就破产。就是，朝阳娱乐背靠的可是君临集团，无论你怎么组织，都不会破产。我名下像朝阳娱乐这样的公司，没有上千也有上万，破产的家有几个？三秒钟，三。二，苏总，不好了，苏总，苏总，朝阳破产了，苏总，朝阳，
朝阳破产了？怎么可能？朝阳好好的，根本就不可能破产。突然撤资，股价瞬间暴跌。还有什么传输呀？军令下令，断绝了朝阳娱乐的所有商业渠道，咱们公司签约的艺人是全部解约了。什么？而且军令集团下了封杀令，我从今日起，所有的公司不得动用苏柔和程泽两人，一经发现，全部封杀。这绝对不可能！天哪，朝阳真破产了！他就是龙国首富，军联集团的董事长。马六，咋还帮着这个男小三欺负人父女俩来着？一个个不长眼的东西，说风就是雨，打了董事长，还砸了董事长的车，该赔偿的赔偿，该蹲局子的蹲局子，还有你，丢人现眼的东西，全部给我带走！宋总，求您饶了我们吧！哎呀，董事长，不知者不为罪啊！董事长，带走！别这么把这对奸夫淫妇也带走，让他们牢底坐穿。好。不，老公，你不能这么对我。舒柔，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公了，而且你是过错方，就算你不签离婚协议，这个婚也得定。苏董事长。是我原来不是太师，是我都是我，饶了我一次吧，四个多亿，我算卖身我也还不起啊。没钱赔是吧？那你们两个就在牢里面做一辈子的恩爱鸳鸯吧。全部带走。老公，走。林小雨，爸爸，你以后会想到我不喜欢小雨吗？小雨，爸爸永远爱你，爸爸永远都不会离开你。